中国人到现在没有人想明白，中国国家所有卖的药都是美国和西方大多数30年前、50年前的所有的药方，都是专利权已经过期了的。中国人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药是中国人原创的，卖板蓝根的大爷的那个叫什么王八蛋，钟南山，这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骗子啊！我见过几次，我都不想提这个孙子。这个人，你看到他要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时候，你就想揍他。他那个脸就这样的，他走道都是往上看的，你下边你扔一鞋底子，绊他一个仨跟头，你知道吗？就这么个东西，就这个人就是一个。就你能看得出来就狂妄，但是一听说这今天晚上有个领导，我这一进来，哎呦，这，哎呀，首长啊，哎呦那个谦虚的，你看我们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嘛，哎呀，就不行了，一说话就咬耳朵，就这么个东西。钟南山成为中国所谓医疗界、科学界的代表，就恰恰的证明了中国医疗界、科学界的悲哀。就这个非典之后呢，最狂的时候，那时候见他，哎呀。跟谁都拉生意，而且有人来给你收数，5%、10%的，他真的是连那小姐他都不如。小姐是光明正大的，是吧？最多叫几嗓子，哎呀哎呀的，是不是？这孙子那是真不要脸的，哎呦我的妈呀，那是不要脸透了。还有中国的几个所谓的大咖，哎呦我的妈，那几个大咖出来就没法弄了，就那种小人，就这个李毅这个孙子最能代表这帮中国的现在堕落的知识分子和堕落的医学家和中国的知识界，都是这样子的。